王鹤棣还是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，他是其实是充满了自信的。其实我可以很专心，我拿一把吉他深情地唱给你听，我在这连唱了好多次好多次，因为把对你告白变成糗事，再遇到你这样的人可能要等到下辈子。如果你还没对你喜欢的人说我喜欢你，那就赶快对他说真的我是王鹤棣。大家好，我是王鹤棣。大家好，我是王鹤棣。王鹤棣。